主料，面粉125克，水60毫升，辅料，发酵粉4克，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我是把所有材料放在面包机里和面的，和好的面团放在温暖的地方发两倍大，把面团擀开，滴上植物油，用刷子吐匀，再去勺子抹匀豆沙馅，将面皮从下往上卷起来，盖上湿布醒20分钟，上凉水蒸锅里，大火烧开后，小火蒸15分钟，出锅了，冷凉后，切成一段就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，抹些植物油可以提香和让卷子层次分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